面汕头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摩洛哥。我们来吃一碗不普通的牛肉粿条，在这家店正邦老大牛肉，一个隐藏菜单，牛肉的鸡高内粿条哈，我们一起来尝一尝，见识一下。它是有鸡高内，看一下。都内塞里面是有块腌的。哦，我个鸡胶内有做多少个？我好大了吧？我哩，这个都就是有这。你直接经营牛就在个鸡胶内啊？这个啊，你当牛做吗？这个像叫做西牛街。西牛街，你只为咩好吃就在买过啲啊？我哋啲啊，我觉得只鸡只两只牛只。整我哋就系只。纯鸡胶啊只，直接出换我们就买鸡胶内个喎。哦，嗰啲个好好好食嘅咩？即系冇得钱噶。诶，个味道噶。20蚊啊？20蚊好不？10蚊啊？10蚊啊？哦，你能加二等佢来加二百币。你个结构呢是掉到几个汤锅点两先来吃一下只？是啊，汤锅就放在哪？汤锅就三四点。阿姐这边的。主打菜式呢就是牛腩粿条，它是20元一份起的，这一个脸盆里面全部就是牛腩肉了。牛腩吗？牛腩花上菜的这一碗牛脸颊粿条汤是非常的纯粹的，大家看到汤很清，没有加其他的肉，牛丸只有牛脸颊。1、2、3、4、5、6、7、8，8块肉，30块钱，稍微有点奢侈。这边肉这样看起来样子是不是有点像那个五香牛肉？瘦肉的部位很紧实，每块瘦肉之间呢有这种应该是牛筋吧，花纹纹理是非常清晰的。看起来是很结实，但是之前呢是煮的已经比较嫩了，很好吃啊，有一种蛋胶原蛋白，我平时吃猪皮啊牛皮那种胶原蛋白的味道从这一条筋里面散发出来，是不是也沾辣椒会更好吃？它的肉酱也好吃，沾辣椒更加爽口，辣度刚刚好，不会特别辣。他这家店的镇店之宝，招牌牛腩粿条，加了牛腩、牛肉丸、青菜、芹菜粒以及蒜末。已经炖得很烂很烂的，老嫩老嫩的那种感觉了，又不会烂到碎开。对，它这块白肉，哇，超香，太香了，满嘴油香啊！牛腩沾辣椒，香辣爽嫩，好吃。多点了两粒牛丸，给它普及一下牛丸知识。你看，啊，它这个是纯牛肉做的，看它里面没有什么杂质，没有筋，没有脂肪，是纯牛的。这种牛肉丸吃起来是很嫩的，只有本地人真正去细细研究过牛肉丸跟牛筋丸跟其他丸子的区别之后，你才能吃得到这种丸子的牛肉含量是非常高的，非常嫩。好价，咁咪鸡胶内头先食，卡先好价。诶，好咧，就随便发烧胶嘅鸡胶内唔辣啵。哈哈哈哈哈。唔辣啵，你都系阿啵，你啲管理乜嘢好啦？不愧是隐藏菜单，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有惊喜。我来的时候呢，应该是第二桌客人，然后现在店里面已经很多人了，现在是6点多嘛。好，它是5点半开门的。如果你想吃牛脸颊肉的粿条汤，记住可能要在7点钟之前过来才吃得到，因为我刚刚问了，已经卖出了好几碗了，都是熟客过来的。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关注我，带你去找更多的隐藏菜单，拜拜。